有吗？有，确定？确定。哎、欸，你刚插我的镜片上有没有黄黄的东西？看不出来。真的，卫生纸上什么都没有。我眼睛有看到红红的东西，好难哦。前几天有太阳实在是太好了，雪不会融，然后又暖暖的。这几天好冷哦。所以我认为，万一要买雪衣的话，应该买黑色的。为什么？不过太阳出来的话，可能会热死。保暖啊，黑色保暖。顶不住了吧？神佛狮吼功，来呀、啊，正下吼，我一个幸运。我看得到吗？哎、欸，看得到哎、欸，喂。减轻一下重量。喂，超高！哎呦，吓死我！我刚两只脚卡在一起，不知道怎么卡的，吓死我了！下车我就死定了，两只脚卡在一起。勾破看，检查。还好吗？摸一下。没了。好雾哦，这样子 family 会都雾的、啊。family。雾到很好的。我们这样什么都看不到。请抬起安全带。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的雪的样
是我们先滑一次这一边的油上到底，等一下再切过去。你说南瓜啊？对啊，先滑一次这个。好、哦，都可以哦。我就手刀都可以。好，那就直走啊。我跟你后面。坐走了，爱心车五十一，走了吗？走了。哎呦！这样好了。散掉里面的气，我的脖子上有。
冰，就算带也是冰的。先，你要先脱下来，然后只带里面这一层。我脱啦，我现在只带一层。我说脱外面那个，带里面这个。对啊，我这带这个我还是冰啊，我现在还是冰，很冰啊。被它吸走热气了，好像可以。手套戴了进去啊，可以啊。就说你应该戴这一副比较小，这个时候要这样把它绑进去。完蛋了，完蛋！我在自己吐热气。对啊，我觉得缆车上都要先把眼镜拿掉，然后要快下车的时候才戴，大概都要这样。不然都会起雾了。这在鞋子洗的，我感觉要我把雪摇下来。下面有个黑色塑胶袋。不好意思，雪好大哦，就是它都会积在后面的部分，因为它密封。我这里明明就有啊，有什么？有帽子啊，但是我的额头还是好冷。你的帽子已经跑到安全帽里了吗？对，对，现很高，非常高，它后面的你知道吗？有你了，但是你这样子弄啊，就会很容易那个。等一下就会眼镜很容易起雾。我会弄把它弄开。你现在还是在帽子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接下来竟然轻飘飘。没太阳，太冷。有点冷，不过现在已经比第一趟好多了。第一趟还是吹风的，这个是不吹风的。从外面一直飘到边，这里也都是。飘啊飘。好像好一点了，刚刚它都捂掉了。Tobo 买的，他们袋子坏掉了。一个坏了吗？另外一个坏了。哎，我们那时候买不便宜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两三百。一个100，一个不知道多少。我记得是两三百的呢，不是买最便宜的呢。只是这次啊，有些太看不清楚，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也要准备那种啊？你说。看得见路的，阴天与夜华，夜华有够可怕的，我够看不到路。是很大的雪场，没有没有，它就只有一条缆车，还是两条而已。那它以前还可以出旅行团？可以啊，那么小，一条缆车还是什么线就从就一条线下，或者再加一个连接站。而且我记得以前它的价钱也是5-6万，因为它是北海道，没那么贵，它算北海道里便宜的了。因为它的缺点就是它只能坐接驳车去，还有就是它就只能吃那里。哦。上面看雪又更大了，看不到路。还没到，算了，很早。那一个吗？Thank you.
这个是路线吗？是啊。看起来好可怕、啊。黑的啦，往右边。好可怕、啊。我刚看有两个人在那边推推走，就是这段黑的后面接一条绿的，然后绿的动不了。中雪啊？啊？去玩中雪练习吗？你说什么？中雪练习吗？对啊。亮亮的。什么东西亮亮的？太阳出来了。哦。它可以再更亮一点吗？云可以再散开一点吗？我觉得可能是中间不是被云挡住的，是被雪。雪不是云下的吗？啊？
雪不是已经下的吗？好多吗？很多。呜！太多了，出不来。呜！
要冲下去了。我又停下来了，不用啦不用啦，我每次都停下来了，不用不用。我们可以不要再这样切来切去了。不去了就今天不会再切了。好，切这段有够累的。你要拉我呀？你是在等我吗？是啊。好。真的有拉吗？真的有拉到吗？这样。有诶、欸，有诶、欸。东西吗？没有，累死我了。好啦，累死我了。今天就滑到这个缆车最后一班。哦，大概3:15。这里不是3:30吗？这里是3:30啊。对啊。我说，大概在那个时间附近就回去啦，就是最后一次缆车了。好。Thank you.
到雪从头上、额头上。那我也是耶。还好啊，我现在额头还有雪吗？没有。那这个雪镜上，雪镜上开开。摇一摇，把粉摇掉。都是粉。
个水滴哦，哇！血没有倒掉就变成水滴了。真的哦。哦但是一滴就不用你算了。一块。啊，结块，那你把它撸掉好了。我错了，好，大连鸡蛋，对啊，
一边？这边啊，我只是停在这而已。哦。那个啊，测降，然后看会累积多少雪。好像非整地的感觉。啊、我们俩会不会摔死啊？收雪区快要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我这里就跟那里差不多了。哎，下面有人。有人。我们刚不是绑了很久吗？因为小朋友绑成掉了。好像更大坨哎。所以眼前就有一大坨挡在那边。没有办法决定要从哪里直的。你不要管那些，你就是管直接转下个弯，然后尽量停步这样。暖啊，很暖，乘风破浪啊！乘风破浪。
哎、欸，比刚那里好哎、欸。对啊，这就是一次我转一个弯，然后习惯冲破它的感觉。嗯。然后越来越习惯的话，就会就习惯那个速度了。就因为我们滑得很平，所以也很快，很慢、啊、很慢。我说我们滑得很平，所以也很慢。没差，我们现在先练平停平停，接下来就可以练平转个弯，平转个弯，最后就会变成弯了。嗯，对啊，大概是这样。越来越平。我已经记得刚刚有，我刚刚对了，真的吗？没关系啊，就跳跳跳没关系啊，你再好好看啊。没有跳。刚刚进来在踩右脚，了不快欸，快不起来啊。嘿啊，你想快的话就直接转下个弯啊，大概你只能再玩个两下我们就要冲了。很好玩 啊， 啊，很好玩，这个比那个好玩，这个比那个 小小的好，就一直跑这个就好了。好啊，很好玩。然后练，那帮我要剪一段乘风破浪要，我要再剪。是吗？
直走最帅，因为直走我会不稳啊。跳跳，对啊，我后来筋回来了，不然我差点就要往前扑。对啊，就哎、欸，你说我们来那个大巴会没力？对，大巴就一路下去啊。大腿吗？哎、欸，很快哎、欸！想上厕所哎、欸，你呢？现在上一下再去。你呢？先上，跟我一样。好，我就有点想上厕所，因为我想到这里刚好脱雪板的时候来上。很刚好。好累。你也想上？嗯。刚离开前本来想说要不要上，但是那时候就一点点。对啊，那现在我有想。现在刚好。帮我关。还是进去。